再到虚拟社交游戏《爱情画手》。我们要每个人选一个角色。我是痞帅潮男，我想是居家好男人。如果这两个硬要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能够和我爱着他一起度过春秋冬夏，就是我对未来的规划。只要喜欢谁就说。月亮船拍一张双人合影。这期应该是一个很美的故事。男的路我来走。他的看对象的眼光太高了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你该去爱的时候，你就要勇敢去爱。每周日晚，东方卫视《极限挑战》第9季，敬请关注。